我，叶和林，来自加上传媒的训练生。平常呢，不太爱说话，大家都觉得我很冷，就像这根冰棒一样。真的好冷，但尝起来却很甜，嚼在嘴里的口感呢，还很有趣，而且嘎嘣脆，好吃，清新，不限量。不知道吃了冰棍的你们有没有对我感冒呢？